拜个十字架，上帝保佑。献个爱心吧。 谢谢。谢谢。怎卖了头？啊，臭卓是十块，串二十，您挑一个吧。阿弥陀佛。嘿，哎，快快！这边。啊！我操！我让你欺负残疾人，我让你！ 赵哥。
要份盒饭，老板，肉再多点。 哎，起来！你他妈别装了，这是老子的地盘。哎，滚远点，滚远点！ 想吃吗？你要是离开这儿呢，我就给你吃。行了，走吧。走啊！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敢骗我！你才骗人！你不是瞎子。 我一听就知道，你知道个屁！起来给我滚蛋！救命啊！别碰我！哎，救命啊！干嘛呢？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需要帮助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碰了一下。姐姐，你的香水真好闻，是名牌的吧？你真聪明。来，拿着。谢谢姐姐。谢谢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。 哦，谢谢。你拿了我的钱，还给我。 听着，你要想待在这儿，就得给我分钱，要不然滚蛋。这是江湖的规矩，懂吗？ 上帝保佑，来个十字架，来个十字架，佛珠，来串佛珠，佛祖保佑，请个佛珠吧，佛祖保佑，您要不要？ 快走了，要锁门了，赶紧的。
哎，要锁门了。哎，带你一起出来混的人呢？死了。瞎说！前几天我还看见你们一起要钱呢。 他们都被车撞死了。真的？嗯。他是你爸爸？我爸妈也都死了。我靠！拿着，这是你的钱。 走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啊？ 你要是愿意啊，就跟我走；不愿意就拉倒。那，你不能打我。行，我不打你。咱俩合伙，挣到的钱要有我一份儿。没问题。拉钩。 那，我也不告诉别人，你是山寨版的瞎子。哼，你才是山寨的。 叫什么呀？晶晶，亮晶晶的晶晶。哼，咱俩还真有缘。我的名字中也有一个亮字，亮晶晶的亮。哎，晶晶，你在这坐一下啊。 晶晶，这个阿姨会帮助你的。晶晶你好，我是警察，你可以叫我王警官。骗子，你就是一个大骗子！骗子，去死吧你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人都走了，跟我进去吧。小心路啊。
干什么吃的啊？连个瞎子你都看不住！你到那边去。 要佛珠，好心好人一生平安。身份证。 跟我们走一趟，哥，没找着啊，咋办啊？ 这边，向左。坐。站习惯了。姓名？身份证上写着呢。问你话呢，好好回答。赵亮。哟，你就是赵亮啊？怎么了？你给我老实点，别装死。 把眼镜摘了，头儿交给我吧。哎，你给我过来，这边。这样还狂什么狂？给他搬把椅子，让他坐下。我们找你来呢，就是调查一下情况。你有几个孩子？一个。一个孩子？嗯。 你没有其他孩子或者私生子？我靠！你说什么呢？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们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，我们现在是在工作呢，请你配合一下好吗？行。再回答一下我的问题，你还有其他的孩子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有几个女人跟我生了几个孩子？ 反正没人告诉我。你送来那个小姑娘说你就是她爸爸。啊，她说我是，我就是她爸爸了。你知道吗？遗弃儿童是犯法的。我说了，我他妈跟她没有关系。现在真是好人做不得。扶个摔倒老太太吧，就变成肇事者。啊，捡个流浪儿童就变成爹了。 你还有事吗？可以走吗？可以。哎，能帮我个忙吗？说吧。那小姑娘啊，提供了所有信息都是假的，联系方式、家庭住址全不对。闹了一天一夜了，你能帮助我们把她送到救助站吗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只信任你。 什么？哦，他说的话你也当真呢？他会信任我这个流浪汉？笑话。
就当你帮我个人一个忙，行吗？ 静静，静静，静静，爸爸，谁是你爸爸？你就是我爸爸呀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是你爸爸，王警官，我不是他爸。爸爸，这钱还给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爸爸，你带我回家好吗？我不想住在公安局。爸爸，你带我回家。 我不想住在公安局，爸爸。好吧，好吧。拿着东西。指挥中心，请讲。有任务，马上回来。 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急事儿得赶紧赶回去了。不过就是站的吴主任，我都联系好了，你直接找他就行了。好好。啊，这是我名片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再见了。啊，再见。王警官，你放心吧，来，跟我走吧。忘了跟你说了，我是听你哥长大的。 你疯了！你不要命了？回来！放开我！哎哎，好好，不去行不行？哦，是吧？ 一会儿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知道。你家呢？没家。哟呵，就住这儿你也不去，家也不回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管得着吗你？要再去哪儿去哪儿？靠！我还不稀得管你呢，你爱死不死。 想不想跟我走啊？想跟我走就起来，不走就拉倒。
小心，左边。下，台阶，慢点。 把脏衣服脱了，这是干净衣服，你自己换上。
放下！谁他妈让你动我东西的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碰坏了，老子赔给你！你跟谁老子老子的？走，走！别碰我！走走走走走走。滚开！谢谢啊！上帝保佑你，姑娘，上帝保佑。老板，两笼包子，一碗羊杂。谢谢。是亮叔叔吗？把我的钱还给我！走吧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钱赔给你那破盒子够不够？算了算了，不要你赔了，走吧。
想不想吃饭呀？想吃饭，就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好。第一，不许说脏话。那你为什么还说？我是大人。这不公平。那凭什么你能说，我就不能说啊？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你要跟我混，就必须听我的。好吧，好吧。不许撒谎，不许给我耍花招。行，那现在能吃饭了吧？哼，进来吧。来，坐下。包给我，棍儿。哎，先洗澡再吃饭。我不洗澡。为什么呀？洗干净了就要不到钱了。谁说的？我爸爸。你爸爸？就是带我出来要钱的人，是他让我这么叫他的。我不管谁不让你洗澡，要跟我混就必须洗干净。走。我就不洗。不洗就别吃饭。那好吧。走。我把干净衣服放在门口了啊。怎么了？谁打的？我求求你别打他！快！他可以要到钱的。真他妈的混蛋！你怎么不找警察呀？他们说我是个瞎子看不见，我的话警察是不会相信的。你放心，会抓住他们的。来，咱们先吃饭。叔叔啊，给咱们挣钱去。哦。献爱心，谢谢。请串佛珠，佛祖保佑你。买吧，买串佛珠。哎，刚才那小姑娘呢？静静，
景清。晶晶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晶晶，你干什么去了？谁让你到处乱跑的？你跑丢了怎么办？你手里拿什么东西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！你小小年纪抽他们什么烟呢？我抽什么呀？那是给你买的。晶晶。晶晶，马路上车那么多，万一撞了你怎么办？哟呵，人不大，脾气还不小。好了好了，叔叔错怪你了，行不行？行了行了，都是叔叔不好啊。你等我一下啊！晶晶，给，好吃吧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她是我女儿，来，晶晶，到爸爸这儿来。你松手！来来来，她没有父母。谁说没有？我们就是她父母。晶晶，到妈妈这儿来，过来。她是你爸爸吗？我是不是你爸爸？晶晶，别怕，别怕，说话。是我。他不是我爸爸。你翅膀硬了，皮软是吧？小孩子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别动手，过来。哎，别动手。过来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不许打人！不许打人！不许打人！你开车，别动手！别动手！放手！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女儿郑姐。哎呀，前两天被她拐到这儿要饭呢，我们有证明，村委会开的，你看。有什么事儿也不能在大街上打架，知道吗？跟我走一趟，警察同志，俺们真是他父母。回去说啊，你也去，走，都散了吧，别看了。散了，散了。怎么样？查到了，他的父亲啊离家出走了，现在不知去向。他的母亲改嫁了，他就是被他的继父让这帮人收养的。收养？这明明是强迫儿童乞讨啊。我没有证据啊。晶晶浑身的伤就是证据。他说那是自己摔的，那个男孩说他本来就是个残疾人。那你们就这样看着不管吗？谁说我们不管了？但是管是需要证据的，没有证据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他如果犯罪我们一定得抓。这他妈什么法律啊。哎，说话重一点啊！我靠！晶晶，哎，梁叔叔，哎，嗯，
哎，出租，出租！干什么？我们叫他女儿干你什么事儿？她不是你女儿。说，我是谁？别怕，说他们是谁。晶晶，说实话，说。说呀。你的爸爸。我是谁？妈妈。他是。他是。晶晶，我是谁？啊？他是。晶晶，告诉他，他是谁？晶晶，说呀。说话。我是谁？晶晶，我是谁？晶晶。我不认识他。听见了吗？啊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我们当父母的教训儿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我们家的事儿你以后少管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滚出去！滚！大哥，我们下班了。下他们什么班下？老子还没喝完呢。大哥，我们真的下班了。我给钱。Thank you.
哥们儿，对不起啊，借车用一下。哎，我的车，快拦着他！用完还给你。吃什么饭？你要给我钱了吧？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是我，别说话。好好睡觉。亮叔叔，你恨我吗？不恨。为什么要恨你呢？因为我对你撒谎了，我说我不认识你，还弄坏了你的音乐盒子。我知道，你不是故意的。你不会不要我了吧？我可以帮你干活赚钱的。不会。放心吧。好好睡觉。
杨叔叔，我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。杨叔叔，嗯，我可以看看你的样子吗？可以啊。晴晴，穿衣服啊。我们要去哪儿？我们出去做生意。廖叔叔。嗯？这是你的车吗？不是，是我借的。廖叔叔。啊。如果你的生意谈成了，我们是不是能挣好多好多的钱？是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们可要发财了。要是你有了钱，你最想干什么呢？嗯，吃。我要买好多好多的好吃的。还有呢？我还想去游乐园玩。没有问题。要一个红烧肉，再来一个香菇青菜，两碗米饭，一个63。啊，这么贵呀？去掉一个菜。阿姨，你们这什么菜最便宜呀？咸菜不要钱。嗯，那要一个红烧肉，再来一盘咸菜。别这么抠，咱们吃饭的钱还是有的。咱们还没开始挣钱呢。先省着点花。哎呦，还挺能管家呀。廖叔叔，嗯，你一个人住那么大一个房子吗？嗯。那，你没有老婆吗？哎，我们离婚了。为什么？你小孩子不懂。我爸妈也离婚了，因为我是个瞎子，没有人愿意要我。不会的，他们不会因为你离婚的。就是因为我，梁叔叔，你不会也嫌我是个瞎子吧？不会，放心吧，睡吧。
我在这儿呢。上。好。来了。啊。谁剪头发呀？他。里边坐吧。好。想剪什么样的？这样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满意吗？这是我第一次进理发店剪头发。老板，麻烦你帮个忙，帮我们照照相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嗯。晶晶，给，这是你的照片。叔叔，嗯，你也在里面吗？在啊。在下，好，把衣服穿上。到了吗？对，到了。走。杨大妈，救救我！骗子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骗子！哎，青青，青。骗子，你让我对你讲真话，你对我讲真话了吗？你们大人全是骗子，我不要你管。青青。晶晶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你需要家，需要妈妈，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啊！不，我不要回家。晶晶，我不是有意骗你，也不是不喜欢你。可是你有妈妈，你应该跟她生活啊！走吧。求求你，你别扔下我。我什么活都会干的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晶晶，我救你出来，就是为了让你回家啊！走吧。我不回家。我可以帮你挣钱，我可以挣好多好多的钱。我求求你，晶晶，你等我走好吗？晶晶，你到哪儿去了？这孩子。大姐，我在街上遇到晶晶，她要饭。还被人打，我就送他回来了。谢谢大哥。那狗日的郭伟说晶晶跑了，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。哦，大哥，到家喝点水吧。好。来了。啊。这是孩子的衣服，啊，谢谢。大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
晶晶啊，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，她应该去上学，以后别再让她去要饭了。没办法，还有孩子要养活。晶晶在外面，有人管她吃喝，还能给家里挣点钱。这点钱，你拿着，拿着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给孩子上学用吧。晶晶，叔叔该走了。我要跟你走。我也舍不得你，可是没有办法呀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你现在还小，不懂。等你长大了，就会明白的啊！我就要跟你走。放手！我让你放手。我不放手。我打你！你再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就杀了你！你信不信？我不打了。大点声说。我不打了。晶晶，这是咱们的照片，这个盲杖送给你。晶晶，别哭，坚强些。你是个漂亮、聪明的小姑娘，要学会照顾自己啊！别哭，别哭了，好吗？我可以再看看你的样子吗？可以。大姐，麻烦你好好照顾她。大哥，我看你是好人，你要是喜欢孩子，你就带他走吧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可以领养他，给我3万块钱就可以了。什么？我知道这也是造孽，可是你也知道。我们和郭伟签了合同，你给我3万，我得还给他。可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也舍不得，可我不能眼看着她在家遭罪啊。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，我先带走她，等以后再给你们钱，行吗？3万不行，至少得6万，一分都不能少，我不能白养活她这几年。大姐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去弄钱，但是你们千万不能把它交给郭伟，啊！晶晶，等着我，我会马上回来的，啊！等我。亮叔叔，亮叔叔。叔叔，大叔叔，大叔叔。
哎，喂，老叶啊，我是赵亮。哎呦，好久不见啊。是啊是啊，你干嘛呢？哎，瞎混呗。哎，老叶，我有点急事啊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在美国呢，咱们回头再聊啊。哎哎，喂，喂。喂，哎，东子，你谁呀？我靠，我你都不认识了，赵亮啊！哦，是你啊，在哪儿发财呢？哎，发什么财啊？哎，东子啊，哥有点急事儿，你能不能借我6万块钱啊？我过几天就还你。6万？这么多钱，我一下子拿不出来呀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比从前呀。我靠，我现在怎么了？你忘了，我当初演出给你他妈挣了多少钱？你忘了？不好意思，真忘了。喂，喂，我操！加点油，加多少？加100块钱的吧。哦不，就加30就行了。那厕所在哪儿？
几天不见，小妞变漂亮了哈。告诉爸爸你想爸爸了没有？说话呀！你不要以为你跟城里人待了几天，翅膀就硬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松手！你干不好，操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别激动，放开他！我让你放开他！晶晶，下车。来，上去。亮叔叔，你又说脏话。下车。好好，再下下。好的。走。我们不坐车了吗？车没油了。那借朋友的车怎么办？哎，放这儿呗。那不怕被偷吗？偷车会被警察抓的。大爷，哎，你们是？哎，迷路了，能给孩子口水喝吗？屋里坐。爷爷好。哎，谢谢啊。没客人了，家里人。哎，来，大妈好。哎，好，你好，奶奶好。这小姑娘真好，到上屋。哎，好好好。抬脚，哎。那个，尝尝我们这自己家产的，山东红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不用谢。谢谢奶奶。谢谢奶奶，不用谢。自家产的好啊，纯天然的，无污染。是啊，城里买不到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给你打听点事儿啊，这附近哪有长途汽车站啊？长途汽车站离这还20多华里路呢，还得翻过一个梁呢。哎呦，那我们还要赶路，谢谢您了啊。哎呀，天这么晚了，就住我这儿吧。在我家吃，不就多一双筷子的事吗？明天早晨我们送你去。哎呀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快谢谢爷爷。谢谢爷爷。
你滚开！我不要。晶晶，晶晶，别过来！再过来杀了你！晶晶，是我，我是亮叔叔。晶晶，怎么了？那个男人又来拽我的被子。谁？我妈妈现在的男人。妈的，这个畜生！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再也不能欺负你了。来，把刀给我。睡吧。亮叔叔，嗯，你别离开我好吗？我不会的。太谢谢您了啊！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师傅，搭个顺风车行吗？行行行。哎，来，静静。我就到前面的县城啊。行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晶晶，哎，谢谢啊，师傅。哎，没关系。老板，干嘛呢？能给孩子口吃的吗？哪有吃的，赶紧整，赶紧整。亮叔叔，要不你给我写个牌子，我去给咱俩要点钱去。晶晶，叔叔永远不会让你去要饭的。Thank you.
我回来了。这么快啊？真好吃。廖叔叔，你从哪儿弄到的？我变出来的。变出来的？嗯。您是魔术师吗？是啊。我也能变变变。啊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有请美丽的晶晶小姐为大家表演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二锅头。巧克力。好好玩耶，我还能变。到那边去。怎么了，晶晶？廖叔叔，你能挨着我吗？我怕做噩梦。廖叔叔，嗯，你愿意做我的爸爸吗？我做不了爸爸。您是不是害怕您的女儿不同意呀？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女儿啊？我猜的。那个八音盒就是她的吧？她一定很漂亮。她现在在哪儿呀？干嘛？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说干嘛？走了，婷婷。嗯。你他妈想干嘛？你说干嘛？你们呀，我过了。不过。给我！你他妈滚！你给我你！干嘛？走。别闹了！啊！我从监狱出来以后，老婆跑了，家也没了。是我害死了女儿，伤害了妻子，还撞残了那个司机和家人。我他妈就是个混蛋，我根本就不配做父亲。不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一个好爸爸。我可以做您的女儿吗？爸爸，
你好，请查一下盲人寄宿学校的电话号码。晶晶，走。哎，老板，您看看。也就15000。这是老玉，我妈留给我的。最高20000，1分5的利，赎回期1年。好吧。晶晶，跟你商量个事情，爸爸送你去上学好不好？我不去上学，我想跟你在街上挣钱。你一定要去上学。我不去，我就不去上学。哎，晶晶。坐下，听着。你继父和郭伟他们一直在找你，他们也会找我。你要是被他们找到的话，我们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面了。你只有上了寄宿学校，才有可能躲过他们，明白吗？放心，我会经常去看你的。你要在那里学会独立生活的知识和本事，要过有尊严的生活，啊。嗯。那，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才去上学。什么条件？说吧。你必须要先答应我。嗯。好吧。等我长大以后，让我嫁给你。这可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不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啊，这是两码事儿，这不是爱情。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样的，我喜欢你，你也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你、爱你，我也可以照顾你啊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是你爸爸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哦，对了。爸爸有个礼物送给你。嗯，晶晶，快来人啊！报警啊！卡人了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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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放开我！爸爸！打110，快走！爸爸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他！放开！松手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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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我！爸爸！爸爸！别多管闲事！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，你在哪儿？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，你在哪儿？
事儿，别管闲事儿。谢金，谢金啊，爸爸没事儿，爸爸在这儿啊，爸爸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求求你们，快救救他！爸爸，你醒醒！